6月20日嘅啤利漫步，今日真係要快啲做節目啦。點解呢？因為我可能做完第五節啦，即係今日我哋有呢個同道萬里人啊嚇。咁最後嗰兩節，咁我做完第五節咧，咁我就要起樓先啦。咁點解咧？我約咗老婆同我仔食飯。咁好緊要咩？當然好緊要啦。因為我仔上個禮拜六翻嚟，我都未同佢食過飯。咁呢個禮拜唔知聽日定後日又話走啦，去邊啊？去馬來西亞。咁去馬來西亞去到7月幾翻嚟咧，然後8月咧，佢聽我見到我喺度揾機票睇機票咧，佢話：咦，老豆你8月去馬來西亞咩？你幾時去馬來西亞？我話8月咯。佢話佢又要跟我去，因為其實佢真係咧好好，佢個sense of belonging 啊，佢個歸屬感啊，係喺英國同馬來西亞啦。而家咁就好難怪嘅嚇、啊。你香港而家咁樣嘅氣氛，所以今日我睇件報紙咧，仲話咧後生仔咧啊，因為冇基礎，所以去啊大灣區創業好難。我真係心諗，你唔好話即係人物基礎啦。創業上去揾份工都難啦，大佬係嘛？好啦，咁啊所以咁我會早啲行。咁我食乜嘢啊？到底咁啊？其實我好多網友咧，我堅決唔介紹，但我講得咁樣，其實大家只要一上網 search 就 search 到噶啦。咁當然我唔係食嗰個啊海膽海鮮 buffet 啦。嗱，咁啲網友記住，如果你而家打咧海膽海鮮自助餐咧，咁其實你應該揾到，總言之係588蚊。買一送一，即係294蚊一個。因為點解咧？我冇收佢錢，我無謂咩啦，係嘛？咁啊，因為酒店就唔使我幫啦，其實都要噶啦。老實講，你諗下290幾蚊咁撚樣食法，其實你佢哋已經係即係貨先。不過呢間嘢咧，因為我食咗好多年嘅，我你諗下，我仔細個嘅時候，我同佢食到咧，啲人認得我哋係咁俾攞嘢俾我哋食嘅，即係譬如收埋嗰啲有啲蟹腳啊，即係喂食多啲啊。咁我話唔好啦，唔好啦，大佬，即係食到就得啦。我唔係話慳啊，喂，你攞曬入去唔食，真係好，真係。雖然佢自助餐都係我嚟掉，但係咁你掉你嘅事啊。我攞曬落去話牛排又喺度，生蠔又喺度，咁樣真係好難睇，自己過唔到自己個關啊。OK， 咁啊，其實呢間嘢佢不嬲都係啊係平嘅。嗰陣時我2006、2007啊，咁嗰陣時係賣300零蚊一位啊，跟住個時間啊，人哋賣到700-800蚊。佢就400-500蚊，人哋賣到900幾蚊，佢500-600蚊嚇，大約都係咁跟住嗰度。你有冇跟我哋食過嗰檔嘢？冇。因為我記得同阿水王啊、陳文佢哋全部食過曬嘅嚇。咁啊，牛精文佢哋咁，但係咧，即係我都冇懷疑佢突然間會屌294蚊，即係佢出招狠啊！佢係buffet界李嘉誠，唉，唔同你哋講嘢，你仲可以慢慢啲嘛？屌我7折，再送離恩，屌到再幫你乜乜乜乜上車。咁啊，睇下點啦！而家即係你點幫都問問地喎，呢一排就係嘛？特別見到即係我哋偉大特區政府咧，真係唉！即係我真係講多無謂，我善意批評啦。當然呢個係嘛？好啦，咁我就係食邊度咧？另外食一間咧，就係喺我公司附近咧，咁都要 book 位。我今日打電話去 book 位，好在咁我諗今日就應該容易嘅。咁佢話 OK， 三位冇問題，8:03。佢話8:00，我話唔會喎，我話老細，我可能要8:03喎。佢話。都冇問題，你都有啦。咁我諗今日都 OK 啦。嗱，佢係400幾蚊噶一個人，哇嚇，唔平噶。但係嗱，都係講嗰樣嘢咯，唔平喺呢一區都咁爆，其實就係有道理嘅。嗱，唔好話下下即係，所以咧，我諗自己做飲食係難嘅，做餐飲係難嘅。咁但係各施各法啦，係嘛？即係香港人亦都冇乜，因為有陣時我見到嗰啲咧。香港你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每一個行業都一定有繼續可以進步啊，值得批評嘅地方。咁或者你好中意翻大陸，好中意去日本，冇問題嘅喎。大家有聽講我哋節目，真係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又唔使踩到香港，即係唔使去用踩香港嚟合理化你去，去咪去咯。我都唔知幾撚期待周圍去嚇。咁、但係即係有陣時都係難嘅。好啦，我哋講新聞之前咧，我有兩樣嘢要介紹，一樣係有貨啦，一樣係未有貨。咁其實我就唔係好想正式喺呢啲時候，因為比較淡靜啊。我介紹嗰啲嘢個效果都未必係咁好 ，OK？ 有陣時你喺個市道喐嘅時候，你咪試半就功倍啦。咁但係作為我哋做 sales 嘅話咧，我從來都覺得咧，旺市哇都咁旺，咁使乜特別做嘢啫？唔使㗎。啊！有啲人好自豪自己有幾勁幾勁，然後咧一靜咧就好靜啊好靜啊，鬼唔知咩係嘛？但係即係我哋一定係要喺靜嘅時候先顯出即係嗰個力量啊嘛，所以時窮節乃現個道理都一樣啊。咁啊呢度唔好講時窮節乃現啦，你諗下我哋以前嗰啲人幾撚偉大，我哋認識嘅人即係幾我哋幾崇拜佢
係嘛？係真心崇拜嘅喎，但係去到有啲位咧，咁啊睇得好清楚啦，係嘛？呢啲嘢 ，OK。好啦，咁今日介紹乜嘢咧？嗱，第一個咧就係我期待已久，我亦都相信呢個係大賣，因為我過去咧啊喺一啲啊展場、會場試味啊或者點嘅時候咧，佢都係賣到吹曬雞。咁市面上冇嘅，係我即係賣先幾日啦，稍後可能都會有啲市面上有嘅。最緊要係香港製造，嗯 ，OK， 係乜嘢咧？濃縮魚湯，好簡單，就係、是、一個魚湯。好簡單嘅啫，佢就只不過係用大量嘅鰭魚，咁鰭魚就麻煩，有啲人係好論，其實鰭魚就好甜嘅，嗯，但因為佢多骨仔嘅，有啲人就好怕嘅，咁我由細到大食鰭魚嘅人就唔怕多骨噶啦，啊，咁佢咧就煎完之後咧，用大量嘅鰭魚煎完之後再熬湯，就係、是、咁簡單啦，啊，好濃縮嘅，一般嚟講咧都好多喎，頭先我哋啊，水上人煮飯，啊，一包，你最簡單一包加一倍水或者兩倍水，你自己咧濃。濃淡自己飲完夠唔夠味？唔夠味加啲加幾粒鹽，我就 OK 啦。我建議咧拍片姜落去，嗯，就仲更加吊出個味啊！咁其實咧，你可能就咁我嚟飲，我嚟煮面啊、煮烏冬啊、做湯底又得。咁又或者我嚟做餸都得嘅喎，得啦，係啦，你好簡單啫嘛，滾湯啊，係啦，好似我你哋識煮嘢人咧。其實我一飲完我一試味嘅時候咧，我家姐都話：哇，落啲聖瓜啊、豆腐啊，你諗啦，菜湯啊，非常真係完全係屋企 feel。Operator， 頭先你係咪以為話係我哋自己煲嗰啲啊？十五煲嚇，因為佢以為係十五壺煲嘅，咁都係十五壺煲嘅，因為十五煲十五壺加熱啦嘛，係嘛？係啊，佢撳掣咯嚇，因為你直情係屋企嗰啲魚湯嚟啊，而且係甜嘅魚湯。喂，我哋有時買啲即係我哋把嘴丟喺入面邊用，即係用鰭魚啊！我就中意買嗰啲咧細細條嗰啲咩石狗公仔咧，哇貴撚到啊！係啊，嗰啖湯嗰啖湯仔啊，咁啊咪番茄薯仔啊咁樣咯，係嘛？對飲酒補啊！誒，我唔理補唔補啦，純粹好諗嘅啫，我覺得石狗公以前係貓魚嚟嘅，我細路仔時代。哇！而家幾撚貴啊 ？OK， 好啦，咁樣細細條咧，咁啊煎咗佢啊，我嚟放湯幾多錢嗱？真係一定要必藏啊！$33。啊、都大包的、啊、大家一定要試這個、啊、已經有貨了，沒有貨就是這個，就下星期有貨，又是我先賣的、啊、那市面上現在就有些打邊爐的有、嗯、但是我覺得、你問題 你不會專門為了喝支啤酒去打邊爐吧、嗯、那是什麼呢？就是原漿的啤酒。什麼叫原漿啤酒呢？就是說呢，有些、譬如你有些人去德國去青島旅行、啊、去喝那些、沒有滅活即係新鮮啤酒咧，哇！覺得哇好好飲啊，哇！飲唔翻啊，嗱就係呢啲啦，就係呢啲啦，嗱一列裝嘅，嗯，一列裝。咁呢一支啤酒咧，嗱咁我就唔會飲住嘅，等到下禮拜咧，我哋翻貨嘅時候咧，我就開出嚟飲。OK， 咁一公升，咁啊啲人成日譬如去德國啊，去青島啊，哇！去完嗰啲啤酒廠啊，哇！係，屌你呢支，哇！點解啊？咁好飲啊！哇！完全咧～我翻到嚟，我哋點樣揾啲乜嘢都飲唔翻啊！佢就係呢一隻啦。嗱，佢仲有啲嘢，頭先啱啱打電話又唔記得咗啊。嗱，佢咧係用傳統釀法製造嘅，同普通啤酒相比咧，就話梗係又話有咩特別嘅口感啊？呢樣嗰樣啦。嗱，最主要咧，因為咧佢冇經過任何過濾嘅嚇，同埋滅活啊，所以保留咗原生啊啤酒嗰、那個啊酵母菌同埋其他天然成分，所以就好飲好多嘅。嗱，我就説咗，其實我真係想飲啊！你試下，都好多，你睇好冰啊，係嘛？哇！嗱，個樽都好撚勁啊，好大支喎、啊！喂，個樽都好撚勁啊！係喂，不如攞啲杯咧，我幫你提一陣，你哋飲唔飲酒㗎？烈火通通盤喎、啊，一齊飲啊！喂，似乎好撚正喎、啊！嗱，但係我哋飲完咧，跟住啲客上嚟買，我又下禮拜先有喎、啊、嚇、啊！喂，真係好撚堅，就好撚堅，但係真係要飲唔得，頂唔撚順，試一試先，攞個杯，好，即場要嚟啊，嚟料啊！我哋係咪攞啲殺雞杯啊？杯啊冇喎，得啲十幾杯又點搞？仔，有呢個杯，頂住個雞頭先。咁我用呢個杯咧就似樣啲嘅。我攞只俾阿倫先。係，我攞嚟俾阿倫啦。嗱，呢個係嗰啲易揭蓋嚟嘅。佢講到咁撚堅，我有啲頸渴喎，最慘。嗱，不過咧，佢有個問題啊嚇，各位買完翻去咧，唔好買多，係得7日食用期嘅咋嚇。如即係開咗之後咧，得7日，哇，好香喎！竟然有香味嘅喎，嗯，攞個箭碗啊嘛，喂，掂喎，嗯，
屌你咁樣飲啤酒唔係話，屌你啤酒即係起碼要咁樣啦嚇。得啦。嗯。好飲嘅。嗱出廠嗱出廠後就有九個月，咁你買翻去咧就得七日嘅啫，開咗嚇。但係其實屌呢啲啤酒。老實講啊，我一夜飲即係幾夜飲曬啦。我唔知道一定烏魯一定平咗100蚊啊，可能要八九十蚊啊。你30蚊個蓋。其實貴貴係貴咗運費，唔係喎，應該有個蓋㗎。屌你老母！我就咁樣嘅咋？哦，因為個染係啊，就咁樣，即係開咗要飲曬咯，開咗要飲曬咯。哦，咁冇辦法啦，叫佢13倍啦，13倍嚟飲合得嘅。OK， 嗱好啦 ，OK 啊，好飲啊。似麥啤同普通啤酒中之間。係啊，有啲似麥啤嘅嚇 ，OK 嘅。咁就係、是、我唔知道啊，我諗8999，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話一定唔可以賣過100蚊。嗱，喺青島原廠飲咧180蚊。嗯。反而喺青島180蚊喎。咁德國我唔講啦，我唔知啦。我諗，屌你老味都係貴㗎啦，因為你德國求緊其我喺街度買樽水都3歐啦，係、嘛 ？OK 啊 ，OK 好，嗯。咁啊，呢個唔好問我住啊，下禮拜先有貨嘅魚湯有貨啦，33蚊。呢、這個好飲，嗯，好飲啊！青島原漿啤酒啊，呢只叫啊，唔係包裝靚，有埋個袋，呢、一個都靚。另外咧，真係咧，對大陸嘅產品咧，越嚟越多好感啊！即係啲嘢係會進步嘅嚇、啊，即係你琴日睇落係似樣喎，但青島啊嘛，青島原漿啤酒嚟啊嘛 ，OK， 係啊，阿沙怡都係青島㗎，係啊 ，OK， 好啦，講下新聞先。好飲，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其實飲得最多，我諗都係啤酒。點解啦？應該都係啊，即係早午晚都飲 ，and then 就紅酒。啲人係咪出去佢食嘢都紅酒啊嘛？都係，我就中意飲啤酒多啲嘅，但係紅酒就健康啲，而家相對嚟講、好啦，係呢個蓋又爭啲，呢、這個蓋。不過一支就飲曬。一支飲曬啦，同時一支都飲曬啦。好啦，嗱。林定國啊，咁啊接受呢、這個上任兩週年一個系列專訪啊。呢、這個上任兩週年係邊一個台做噶？有線好似係有線啊。OK， 咁啊，如果上任兩週年呢個專訪，我諗就唔止淨係做林定國嘅，一定會做埋，即係做呢一屆政府啲高官啦。OK， 咁佢咧就講開回應，當然就係如果呢一排就梗係講開啊啲啊終審法院海外法官啦，佢咧。就話嗱，有固然好，冇亦都唔係死人冧樓。佢因為每年終審庭要處理嘅案件屈指可數，香港維持高水平法治嘅功勞，大部分歸功於本地法官。不過唔代表冇海外法官冇所謂嚇，佢哋咧參與審訊咧都有助本港發展國際化法律嘅環境。好啦。嗱，簡單啲講，即係咧，咧即係咧，原來終審庭海外法官係雞肋嚟嘅，可有可無。有固然好，冇屌你有幾咁多啫？去到終審庭，甚至乎好啦，即係終審庭其實都唔好大聲嘅啫，因為冇辦法啦。即係好似琴日嗰個咩咩賢啊，我都唔記得咗啊，即係同我同名嘅嗰、那個前澳洲首席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話齋啊。只要嗰個法律係合法嘅，佢哋只能夠做嘅咧就係根據依法判決啊。咁啊，如果我哋香港嘅最高解釋法律嘅機構咧，又唔係國會喎，係呢個人大喎，都係國會嘅啊。咁啊變咗咧，其實啲法官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咁我又真係覺得可有可無。咁咪炒曬佢啦，唔使嘥錢，又揾佢屌柒佢我哋。嗱，我真係想講，第一，既然係可有可無咧。咁就好冇好友喎、啊，好撚貴啊！呢班人，喂嚟一嚟幾廿個喎、啊。第二，咁點解即係我想問翻，點解會有呢啲終審法院嘅海外法官列席嘅咧？喺回歸之後，即係當日咧信心唔夠，於是乎最好啲嘢咧就不變，然後又加一啲嘢去 endorse 你哋香港一國兩制啊，加強即係所謂嘅投資者嘅信心啦。港人的信心啊，起碼嗰陣時嘅嗰陣時嘅共產黨仲會覺得啊，我哋咧亦都明白，其實我哋即係我哋經過嗰段歲月啦，即係嗰啲人係點樣睇香港人落嚟同我哋香港普通市民啊高官傾偈嘅時候，嗰種啊表達嘅方式同埋個表情
咁或者我哋上去做生意又好，溝女又好，大家係一個乜嘢嘅交往？嗱，咁當然啦，我覺得有啲香港人咧嚇，即係好撚招積嘅，咁都係真係值得批評啊！咁啊，嗰陣時咧，佢哋又覺得喂要靠呢啲終審法官，而家咧就自己即係佢哋大陸嘅講法夠有底氣啦，嚇、花瓶都唔使，係啦，唔使花瓶啦。咁可有可無，喂！咁我真係覺得炒曬佢好過喎，咪慳翻啲錢啦。要嚟做乜撚嘢啫？喂，又要俾錢人，然後隨時佢哋喺度壓榨阿莊摩洛哥喎。就係、是。屌你諗咁撚委屈，唔好撚炒，唔好撚用啦，最好啊，唔需要講嘢。終審法院都唔使要啊。係啊，唔係終審法院咪自己本地人坐翻咯。啊，再唔係終審法院咪直接翻人大，咪人大都得㗎。係啊。即係等於以前枢密院咁樣啊嘛。嗯。啊，咪人民最高法院咯。嗯，啊，做終審法院咪人民最高法院咪得咯，啊，即係其實唔使啦，呢啲遮丑布，我覺得係嘛，好啦，咁另外咧，中國商務部咧就回應英國制裁五間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嘅公司，咁啊堅決反對啦，當然，點解咧？佢話英方以俄羅斯為由，啊，即係涉及俄羅斯為由啊，你同佢做生意啊嘛。對五家中國企業列入名單制裁，佢話呢個措施係冇國際法依據同埋聯合國授權嘅單邊制裁。喂，佢又冇講錯曬喎。第一，聯合國當然冇授權啦，因為涉及嘅俄羅斯，屌佢佢一定係唔同意啦。咁當然冇聯合國授權啦。嗱，其實由此睇咧，即係講開又講啊。喂，聯合國我真係唔明，除咗啲既得利益者之外，包括國家啦，或者喺嗰度做嘢嘅人啊，喂！聯合國仲有乜嘢存在價值咧？係咯，屌你老母閪！邊個撐聯合國嘅？好簡單，就係冚家產噶啦！你問我，喂！如果國家嘅佢有國家考量，咁我都覺得 O K 喎，我明喎，即係好似我哋偉大祖國咁樣。但係唔係有啲人咧又唔想關佢事，佢又唔係聯合國打工，佢都誒唔係嘅，都有個咁嘅國家度，有咩用啊？有乜嘢用啊？佢冇做過一件嘢係有用啦！屌你咁，你唔好講啦！而家最重要嗰樣嘢就係、是，喂，唔好即係唔好再讓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嗰種慘號，第二次大戰嗰種誒殘酷，喂，佢發生啊，人命好撚可貴啊！咁，最重要於是乎就即係由嗰陣時係咪國聯啦開始，跟住聯合國啦，慢慢發展成為最重要嘅就係、是，喂，不能夠武力去啊！即係侵犯你唔統或者奪回領土，大家傾啊！最重要呢樣嘢啊嘛，即係後來再發展嗰啲，我哋唔好講。喂，呢樣嘢都做唔到。咪就係繼續幾多仗打啊？嚇！呢樣嘢做唔到，都係嗰啲關於國土入嘅嘢，係嘛？之前甚至乎好啦，你話啊殖民地要有投票嘅，如果有獨立啊或者乜嘢地方，因為點解咧？呢啲亦都係為免即係要避免戰爭啊。咁又可以有啲殖民地變撚咗唔係殖民地，劃咗出嚟嘅喎。咁撚奇怪喎！仲有咁多啲專橫佢政權啊，咪一樣喺度。喂，好啦，然後係唔同嗱，你而家其實有百零二百個國家啫喎。喂，原來大部分係嗰啲屌你極權國家嚟嘅喎。係咯。唔係人民選出嚟嘅喎，但係個票值係一樣嘅喎。喂，咁你有憑乜嘢憑據覺得個聯合國係有力咧？嗱，呢個佢冇講錯㗎，聯合國冇授權，梗係冇授權啦。淨有俄羅斯喺度，你都行唔到啦，係嘛？咁老實講，嗱，我係商務部咧，我就收聲啦。呢班友如果咁樣係喺度搞鳩我哋嘅話咧，喂，真係嗱，唔好下下講打啦，咪唔撚同我哋做生意咯。反制，佢唔同我哋做生意係仲好啊！要佢後果自負。屌你老母！喂，我唔撚屌你老尾，我繼續係要同俄羅斯做生意啊，或者點樣，關你撚事啊？係咪先？喂，你都冇國際效力噶嘛？原來你係單邊制裁我啊！喂，屌你阿媽惡得咁緊要啊！即係既然我哋理直氣壯嘅，喂，咬實牙根唔撚使驚喎，啊，反制翻佢喎，應該好啦。咁啊，許我真係好撚憎呢個許靖宇，咁多之中咧，真係衰無過面目可啊！啊，佢都過，佢又過真係唔係好多，因為佢冇乜做嘢，我見到佢，所以唔係好多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阿許靖宇話：有信心政府嘅金融措施持續得到國際認可，令到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斷鞏固。我咧開頭睇呢啲文章咧，喺過去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前咧，我睇完咧，因為我太少睇新聞啦，我都真係會去諗係咪佢哋做啲措施出嚟。於是乎咧，我 miss 咗，因為呢一段新聞我會去睇下究竟係做啲乜嘢啊。然後國際真係認可咧，後來我慢慢發覺唔係喎，一次又一次。佢真係屌你自説自話嘅啫喎，鳩噏嘅曬真係。佢真係自説自話，佢冇計嘅喎。
屌你老味，有邊個？你有乜嘢金融政策出咗嚟啊？首先，有咩金融政策出咗嚟，而係得到國際嘅認可嘅？有冇啊？我真係唔知講乜撚嘢喎。原來真係吹水嘅啫喎。哇！佢真係好嘢。佢話而家出席呢一個上海嘅陸家嘴論壇，佢話留意到瑞銀行政總裁安思傑表示，香港嘅財富管理業務有機會喺2027年或者之前取代瑞士，成為全球頂尖的財富管理中心。跟住咧，我就即刻去睇下，咦，有啲咁樣講嘢嚇？喂，我揾唔到喎，真係，你揾唔揾到？我真係揾唔到喎，嚇！嗱，我當就算當係有，喂，鬼佬好撚陰濕嘅喎。取代瑞士，你啲係咩體制？佢咩體制？屌你老母，好撚陰濕嘅喎，你信佢啊？咁當然啦，佢可以係咁樣嘅，因為有好多或者有好多。偉大祖國的資金，即係而家去瑞士就唔係好方便，都牙咬地啦。於是乎落咗嚟香港，但係落咗嚟香港就如果擺喺香港，佢冇做咩投資咧，其實咧其實都冇意思嘅，問心嗰句。無啦啦有人啲户口會被取消啊，係啊，都代替唔到瑞士啦。唔係啊，即係我而家即係有一話題話，成日話你有幾多錢留咗嚟，佢入嚟係擺到戇鳩鳩啊，定係真係投資，其實兩回事嚟嘅喎。好嘛？好啦，你有機會2027年之前取代瑞士，屌你實事求是啲啦，我費事話你吹水啦，信唔信啊？你淨係香港人啊，嗰啲即係喂揸住唔多三幾十萬啊，我識有啲老友都將個美金擺台床下底啊，我真係識咁嘅人啦，好嘛？先唔好講佢係咪再擺去外國户口啦，然後你話我嚟取代瑞士啊，好啦。他話：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亦都受到權威備受權威研究機構肯定啊，包括呢個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早前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他又不講是之幾喎？都是的嚇。第一，為呢啲咁樣嘅管理發展學院，他可能真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收錢啦。就算不是，因為你的底厚，咁你好話唔好聽啊！我哋 IPO 都仍然係十大啊，講落去好似好聽，好好聽啊！但你唔好講以前係第一、第二，你唔講係嘛？佢仍然係全球最具競爭力嘅經濟體之一，咁啊知幾啊？佢話已經有多種金融政策啦，我哋推出咗，同時覆蓋傳統優勢市場同埋新興機遇，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同埋高效市場，有信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不斷鞏固，更趨昇華。老實講，你有咩金融政策先？講嚟講去咧，真係叫做落實啲嘅咧，就係、是、為單一家族辦公室提供免稅優惠同埋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其實就係嚟嚟去呢啲叫做金融政策。你淨係講家族辦公室已經笑撚死人啦，可能真係有其他家族辦公室離開嘅，但係最高調嗰個又影曬相嘅。大王子去撚咗邊啊？嚇！喂，仲有啊，嗰個臭西啊！嗰叫咩名啊？麥燕蕊。麥燕蕊啊，五月唔到，應該六月都會嚟嘅。我繼續信你，係得我一個嘅啫。六月20號啦。去撚咗邊啊？阿里王子。而家麥燕蕊去咗邊啊？沈雲龍去咗邊啊？係咯。屌你有乜成班垃圾？喂，呢啲人，屌你老母閪黐埋。屌你咩咩嗰啲咩嗰個咩屈榮賢啊、梁振英啊啲，屌你老母唔撚係好人嚟㗎啦！屌你老母你啊超國昂撚鳩鳩！屌你睇下條。條路已經屌你啦！呢啲行撚開啦，叫佢真係立撚實。有我真係喂咩叫國際啊？咩叫國際啊？你認又好，唔認又好，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喂，大家唔會覺得呢、這個雖然咁樣好似有啲歧視，但係呢個事實嚟噶嘛？你唔會覺得係中東國家啊？你唔會覺得係呢個東南亞啊？屌你咪國際咪歐美咯？有乜撚嘢啊？國際日本咯？屌人哋話你唔咁得啊！好啦，有調查話香港青年北上發展嘅機會咧係難嘅，因為點解咧冇人脈啊，所以去廣州創業咧就好大挑戰。有一條友叫做郭海傑 ，OK 呢個就係咧團結香港基金嘅助理研究總監。其實一講團結香港基金，你就可以當係講廢，即係廢話嚟。咁果然係廢話。佢話咧，因為佢哋缺乏咗人脈去推廣、去推銷。又或者他們不懂用小紅書去找生意回來，okay？
所以他們未必掌握到香港青年未必掌握到這些趨勢。老實說要學個小紅書會有多難呢？就是是吧缺乏人物去推廣推銷，這些全部是事實來的，但是創業從來都是難的啦。你現在你想表達什麼先？你香港再出發這個什麼大團結基金，你想表達什麼先？你是想叫人哋不要撚去啊，定是去啊？係嘛？係咪？喂，講真，你一個僆仔，一個青年人在香港創業都非常非常非常咁難。點解會去到大灣區？點解會去到廣州會容易啊？梗係難啦、啊！有冇人物？梗係冇人物啦、啊！喂，有志氣嘅人冇人物，屌你咪真係踩對波鞋都可以行到出嚟，行到一片光明路出嚟噶。OK， 老實講。政府越少幫，越少參與，可能仲好啲添。嗱，我唔係講，我而家唔係鼓勵僆仔上大灣區，但係咧，你話如果香港冇發展嘅，南移志在四方，你去揀一道你認為可以發展得到嘅地方。你話你喺廣州冇人脈，屌你老母！你去馬來西亞有冇人脈啊？你去英國又有人脈咩？你去美國又有人脈咩？度度都冇啦，度度都難噶啦。喂，你究竟呢一個團結香港基金講緊乜撚嘢咧？好啦，嗱。他咧就話咧，當地嘅硬件咧，呢、這個郭海傑話咧，其實就係好充裕嘅，嚇、啊！而家最主要咧係缺乏人物推銷啊、推廣啊，係嘛？佢話譬如做文藝公仔嘅，咁邊個去買咧？屌你呢、這個，你使同佢諗，佢成篇嘢我唔知佢想表達乜嘢，表達係好撚難。咁你係咪真係叫人哋唔好上去？咁係咪真係想？其實你係咪想同我哋偉大嘅祖國，即係偉大嘅特區政府抬杠？抬杠，即係人哋。喂，其實而家特區政府有冇叫人上去？呢排，哇！佢講又成日話鼓勵人哋上去，我又見唔到有咩金融措施啊，有咩政策去鼓勵人哋上去嘅喎，係嘛？咁你身邊有冇人真係上做生意啊？冇創業啊？我真係唔知佢想講乜撚嘢。老實講啊，永遠都難㗎啦！屌你，唔好喺度廢噏佢。即係我嗱，我冇心機去慢慢研究啊。佢通常呢啲咁嘅友咧，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人咧，喺呢啲咁嘅噏埋呢啲咁嘅嘢嘅底下面咧，佢實係收埋啲嘢咧，又係想揾著數，唔使諗嘅啊！喂，講真，屌你老母，使唔使包生仔啊？養到你哋，我講嘅，養到你香港人咁大，個個自己自立啦。你無論去揾工做好，出去做生意又好，咪自己嚟咯。屌你咧，喂，我諗真係自己嚟好過靠你個政府啦。你個政府幫到乜撚嘢啫？係嘛？嘥氣，休息一陣。